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午安！非常感谢各位利用周一到周日，包括明天、后天都有节目哦，是不一样的节目，不是重播的哈。我们现在是即时的，那很感谢各位哦，利用每天中午12点到12点半，这是我们的主战场。那么收看我们台股72变这个节目单元，台北股市呢，今天呢开低，现在时间呢刚好是12点整。开低走高，那么这里呢做一个横向整理。那今天最标准的一档股票，如果啦单纯啦，大家我认为投资人最想知道的叫做2498，就宏达电。忘记已经在涨停，我再跟你讲哦。是昨天刚好有观众朋友打来问，对不对？询问。那么大概我就看了一下，大概是宏达电。好，所以针对宏达电，我的建议是这样子啦：任何事哦，你要做对的事哦，对的事你要有对的标的。对的方向，对的点位。好，以宏达电为例，到底敢会使甲买？先看股价了哈。嚯，我那个强到这里，敢会使买？未使买呢。宏达电涨停板未使买，宏达电会使买呢。你讲小美丽有够你精神分裂，我别讲啊，我没有胡说八道了，我是讲真的啦。以宏达电为例。我没有办法帮宏达电，我昨天看了个半天，我没有办法帮他做投资评比，我真无法度。但是你问我讲，啊，今天透早开盘，敢会使买宏达电？我会告诉你可以。你说又不能做评比，又可以买，啊，那到底是安怎？好，来举例哈，各位请看，这个呢是从2013年年底，经过了历经的2014。到现在的2015年，这是到昨天收盘啦，哦，3月3号。那昨天因为昨天中午，那有观众您打来询问呢，我们隔天就帮你做简介。好，这张股票叫2498，叫宏达电。你有打来问的，我昨天也同样帮你做了说明。我们举的主要去综合目前最新到昨天截止主要外资的一个评估，以及目前它整个结构的变化。所以各位您可以做个笔记哈，你一定告诉我说，那这档股票该怎么看？第一个，我会在100块钱，就八块，你做笔记的，你无要听啊，随便你啦哦。我伫一八块加画一条线，然后呢，你。昨天你打来问的，我一定告诉你，你手底到底有无？你跟我讲你有对不对？我是不是跟你讲加码？我为什么跟你讲加码？不是，各位观众，你不要看电视买卖股票，我是针对昨天有来询问的，我今天跟你分享。我说你可以站在买方，你就加码，因为你讲买底500几块，不管你就加码，但是不能投资，只能做操作。为什么呢？好，各位请看哦，单纯就技术分析来讲。单纯就技术分析哦，昨天3月3号，宏达电的股价在81.8块，代表怎么样？它短线形成喷出走势，一涨跟你讲，我明仔载要去啊，它形成喷出，来再看一次，你告诉我，大小米大写的喷底大，帮我一个忙，可不可以把这里放大？我看无，我是无能为力啊！啊，这不是喷出，我这是什么？这是跌破吗？它是不是昨天3月3号股价？站上这个集结区的上缘，这里还不买宏达电，我今麦大喜被背下面，小米你干嘛背？我绝对无买呀，我哪有时间背宏达电呢、啊？来再看一次哈，好，那我们今天看到宏达电很强，对不对？对，股价现在来到涨停，是不是90块？对不对？对，好，所以呢，再来，这个点是不是一个喷出的点？对，代表这个点往上，我没有说买卖哦。好，所以主管机关，你莫讲我有个欧北讲啊，我无欧北讲，我是针对真实的架构做报告，我没有讲买点，也没有讲卖点，这是个集结点的上缘，在技术分析、筹码统计的探讨里面，这个叫喷出点，必须站在正向乐观。好，问题是它的主要下一，当你进场之后，你怎么看这里？这里是个集结点。这个集结点代表什么？这个点往上简直是套翻了，简直是套到胡说八道啊！安尼了解没？这一起透干吼，既要加买，你就死翘翘了。我简单讲就这样子。然后当时被所有的外资哦，以全面的往下评价，降到最低的有降到45块的，结果股价跌到40，对不对？对。好，所以我们来看哦，单纯就筹码集结，这里一个集结点，这里一个集结。那还不懂对吧？那您告诉我，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啊？现在就是
市场的平均成本是不是从这一个起跌？是不是这个最低40块？所以这段沙盘，这段扭起来，平均成本伫对，那不是伫遮吼。我萧耀明，让你逗头下，安 OK 不？我该讲的跟你讲的，希望你听得懂。好，可是回过头来，你一定告诉我，那萧耀明讲的这么好，那为什么不能做投资评比呢？因为我比不出一朵花来。为什么比不出？宏达电这一次穿戴头戴式装置，对不对 ？VB 这是 Virtual Reality， 就是Virtual Reality 叫 3D 这个奇境。这中文我算不在没拉够，就是那种立体视讯那个，哇，这一次预购非常好，立马帮忙。对了，当然很好，股价当然伴随着这个利基叫做反转嘛。可不可以站在买方？我认为呢，你可以乐观去看待 ，OK 的，没有问题。可是那是操作，不是投资。为什么？因为昨天有观众你打来问，我嘛是安尼跟你讲诶，他说好了，举例哈，这不是我讲诶哈。一共哈 ，TP 叫目标，用目标也才看个破个0.9倍诶股价净值比，我不敢这么看，为什么呢？因为我毕竟是一个分析人员，咱带人咧做股票，投资就是投资，操作就是操作，为什么呢？啊，第一个，宏达电目前全世界总共20家，全世界20间专业投资机构，3月3号，今麦是3月4号。我不管一定是涨停还是平盘，啊，事实它今天是涨停了。的评价是宏达电今年，这叫2016年，股尼了结嘛，2015了结嘛，对不对？亏损嘛，这一点的嘛。2016目前的综合评价是还是亏损，输啊这输高科将近一个股本。啊，你讲啊，今年输无要紧啊，人家生技股常常无赚钱，股价大涨。对，因为生技股研发新药。那么新药大家所预期的是未来如果核准上市了，那么未来潜在的获利会很强，对未来有强烈的看好。当然站在投资面，我觉得值得一搏。可是问题是，假设不是假设，是真实的。我讲的我胡建金哈，节目上你看到的，包括所有会员从过去一直到今天，包括未来，我这部先提出来，我研究报告下，我都胡收我的建金，安 OK 不？所有的每一个字我都负责哈。来，目前3月3号截止，全世界总共20家专业投资机构，最坏的认为今年2016年会赔掉3.8块，啊不是啊，赔到13.92块，这是第一季啦，会赔3.8块了哈。今年全年赔13.92块，最乐观的认为呢，赔4.39块，都是负的啦。好，再来。那明年呢？2017年呢？好，2017年目前的看法，大概要赔6块，还是亏损。所以它的净值呢，如果依照这个综合评价，最少要再减掉15块，还会靠这个吼。操作面可以买，我觉得可以买。那你自己要散射停利停损。可是站在投资，我感觉讲不用急。那您告诉我，我的教练安尼讲，啊，投资要买什么股票？投资爱买会起的股票，投资爱买什么股票？我怎敢不跟你讲？那你用小米，哎，那也无涨停板啊！啊，我是好有名呢，你怎么是安怎？我，哎，昨天我们简单举了一档股票，对不对？哦，我就不做细部说明哈。啊，浙江1月15号，啊，浙江人是1月15号，啊，我就停牌，安尼好不？好嘞。1月15号叫做2354，叫红准，对不对？你要注意看哦。当时这是过去我们向我们全体会员的报告哈。我们的目标看到3位数啦，因为股价在58块嘛，对不对？我是建议我的人客一定要加码啦。等助力所有的力量，啊，无要叫强力，就叫 SB 嘛，对不对？叫 strong 嘛，好。啊，我现在没强力啊，不，过程我们你就看昨天到我们公司网站点选，昨天的节目了哈，我就不再说了哈，因为我们刚观察到该公司股价本益比被严重低估，虽然股价出现严重性的大跌，那你投资你在寻求股价被超超
低于市场行情简直是欧北来啊，你当然在正向乐观。好，二月十五号底对，二月十五号刚起去讲，对不对？这个叫标准起涨嘛。好，你一定告诉我啊，这是一月份的代志，咱卖讲一月，咱就讲最近的代志，好，好不好？啊，你也佫听袂对，我实在我也无法度啊。来，所有的人客，你看到每一字，好、哦。啊！来，你佫做袂赢，吼、哦！我看咱规期拢休困，一起休困好吧？来，二月十五号叫做永冠，对不对？二月十五号是咪叫永冠？啊，都一天是二月十五号啊，即天若毋是二月十五号吼，咱两个从此拢卖做股票，安尼 OK 呗？佫看一摆，股票佫做袂赢，啊，就休困啦。我跟你讲真话啦，啊啦，安尼佫袂赢。为两百块起价两阿个，啊，是不是两礼拜时间？啊，看一摆。亚洲投顾萧又明，二月十五号，你若不是伫二月十五号即天摕到这个研究报告，啊，我嘛停牌。啊，哥再来，二月十七号，是咪叫做万海？对不对？啊，六甲买吼，来未趁钱吼，啊，咱嘛搁停牌，搁停牌。二月二十三号啊，股票啦，安尼走过做袂赢吼，我建议无人为力啊，是咪叫金顶？啊啦，安尼买一张啊吼，佮赚一张，一张就好啊，一张赚无20%以上，啊，咱嘛卖做股票，啊，你就甲买一个，都是刚刚买，二月，即刚毋是二月二三吗？那前一天，那前一天一定是跌停板啊，即刚若毋是跌停，我输你啦。啊，跌停完嘞，啊，赶紧买啊！啊，你搁唔买，我都无能为力了。好嘞，咱看近期的，你们康叔，啊，搁有半支，啊，有啊无？有，啊，是不是甲买？是不是有涨停？是不是在创新高？压回？是不是我跟你讲唔免买？昨天节目我也告诉你啊，我不用出，出什么出？你嘛帮帮忙！我是这是要出什么出？啊，是不是继续去？啊，你逐支股票拢赢？你们这怎么到底是要安怎？来，摕一个纸甲笔，啊，佫无法度，我都无法度啊！你若佫无法度，我只能投降啊！今仔日是咪三月四号的十二点？对，即卖是三月四号十二点。来看着它，这档股票叫做春燕江线。春燕江线呢，即将出现嘛，对不对？我盖解后啊，不是啦，叫做春燕已经看到了，已经来了，已经到了。我只是告诉你，对的事你就一直做，然后呢，你就可以避开风险，追求最大绩效。那你说，那接下来礼拜一有没有什么股票会涨停板？一定有涨停的。有两分钟后，保证向你做报告。头痛，请用五分钟。嘴气疼，请用气疼五分钟。五分钟，不好。变变变，变成功，肯定会成功。棒棒棒，一棒再一棒，棒棒接强棒，强棒陷阱持股，制动优化，避开风险，掌握盘中波动，让您今天的股票变更棒。02-2578-3777，02-2578-3777。亚洲投顾27年来一直秉持专业、用心、负责的态度，为您创造财富。市场的常胜军，股票期货的赢家组合，亚洲投顾。亚洲投顾珍惜所托，真情照顾。咨询电话02-2578-3777，02-2578-3777。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让自己沉淀，享受这片刻的宁静。 Choose your own life，
鹅牌气密窗。出国旅游难免发生意外，要怎么准备才好呢？国外医疗费用贵桑桑，出国前最好选购适当的保险，旅平险加买附加条款，保障多更多。长期出国或度假打工，要选对保险种类，并注意效期。外交部驻外管处可以提供必要的协助，但是没有办法帮忙支付或代垫医疗费用哦。朋友们，出国前记得选购合适的保险，让出国更安心，有备无患哦。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哦。那一样哦，那证券市场其实啦，这几十年来，我做了前前后，今年应该是第19年了，准备迈入第20年了。那么呢，将近快20年来，大家其实啊，不管是分析师也好，一些分析师，包括一些专业的操作者，大家都在追求一句话啦，叫做避开风险，追求绩效，对不对？对。问题是怎么去避开风险？怎么去追求绩效？也就是说，你买的台北股市最会涨的股票，这个最会涨不是买完之后再等它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六天、七天，而是你今天买的，它今天马上你买进之后就超越你的买进价，就直接锁上涨停。那请问你，不管纵使大盘怎么变化，你是避开风险的，因为你的股票你买完锁给你涨停嘛，你是不是就追求到对的绩效，对不对？对，但是最会涨的股票，它往往它一定存在着三个重大因素，跑不了，一定有这三行，哪三样？第一个，该公司的营收、毛利，还有它的盈利，就是那获利能力，不是过去哦，一定是未来。当你在看营收、看毛利、毛利的增减，对不对？看它获利的演变，你看的都是未来，你不是在看过去，过去都赚钱，未来今年了钱，那没路用啦。你看的是未来该公司的营收、毛利、盈利是增加的。标股它一定是有重大转机的，标股它肯定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它有特定买盘介入。当你可以掌握这三项，问题是往往你就是没有办法知道。为什么？因为第一个是未来的，你希望知道它的营收是未来的，对不对？它的获利是未来的，你是希望知道它有重大转机的，这是内部讯息。你希望知道有特定买盘介入的，你哪有法度知影？你搞我骗？你有法度知影？那你告诉我啊，那就告诉我最简单的啊，2498宏达电今年第一季营收多少啊？啊，你就好啊嘛，现在三月嘛，啊，就乌白油啊嘛，因为唔知影嘛。所以关键在于你难以得知。要避开风险，追求绩效，就是买最会涨的股票。最会涨的股票，它一定营收、毛利、盈利是增加的，它有重大转机的，它有特定买盘进步的，你不怕都知啊？安内边安怎？所以你真的需要一个自动标股系统，它可以在第一时间告诉你，赶紧甲买，啊，你就甲买啊。你用小米名单是要怎买 ？GIS 啊，顶礼拜就开始甲买啊，啊过来这礼拜咧就买智毅啊，买康舒啊，买万海啊，买中鸿啊。来，没有出就没有出哈，93到今天现在即时报价120，安尼一张是毋起要30块，是毋上将近三根涨停。不是我，那节目中只要是不实，我都停止业务执行。我刚刚讲的是安尼吼，不实我负所有责任。啊，是不是 GIS？ 啊，是不是123？啊，是不是三 G 涨停？几乎三 G 啦。啊，93到百 G 不是三 G。啊，是不是 GIS？ 智毅，是不是智毅3596？是干买？干买？当天是不是直接拉上涨停？啊，没事，对吧？好嘞，再来2月26再来放假嘛，对不对？再来就是3月1号，是不是康舒？康舒，我昨天也告诉你，我没有出哦。好，干买完是不是开始溜？溜完精力是不是再创新高？今天去几乎过几个涨停板。再来嘞，是不是万海？
啊，万海有出来了，我有出过，我就跟你讲出，质疑我有出来了，好对吧？啊，万海买完又涨停，搁再来，我是不叫你出来？好，再来，昨天是买中鸿，不是我就随便了，好，是不是2014中鸿？这就个涨啊，啊是中鸿，现在是不搁一支？安尼是不是两支涨停啊？好来哈，2月25，2月26，3月1号，这个还没有两根呐、啊，将近两根呐、啊、哈。这个中红是不是两支啊？安尼几工？那有几工？一工、两工、三工、四工、五工，唔只五个交易日，一、两、三、四、五、六、七、八，八支涨停。啊，今仔3月10号，涨是不是买中红？买完是不是涨停？啊，今天是不是讲几乎一个涨停？今天我讲到涨停了，你自己看嘛。啊，今天不是又涨停？好、哦，来我一摆，有无？那是好明，你哪拢知影？拢买什么涨停板的股票？你是不是把你的手提出来？我就跟你讲了，你可以把你要看的股票设定在自选股，对不对？啊，七六刚看到一支叫做强茂，啊，有点离开，对不对？啊，为什么是强茂？好来，你的手。五节威力财不，节乐透标股对不对？你是不是点它，然后它就自动帮我们做搜寻。好来，我来看进了，我直接给你看，稍待。乐透标股一样，点了，你可以做交叉比对，我会发简讯给你。你是不是去点它？点这里，它就告诉我们有什么样的股票可以买。什么2014，我们是2014涨的倍啊，啊什么2481，拉近。啊那不是我嘛停牌嘛，啊那个做不赢哈，来。2014是不是昨天？啊，昨天是3月3号。啊，今仔日嘞，今仔是2481。今仔日是不是2481？来，我看我的手。啊，这两是叫做2481，消民怎啊停止业务执行？把它拉近 ，room in 一下 ，insert 一下，是2481。来。标股策略2481，啊是不是强茂买进？啊，这不是叫2481，无这是什么一？啊，那安尼阁袂赢吼，我无能为力啊！啊，无你感觉股票该安怎做？我唔知啊，要避开风险了，对不对？对对对，避开风险，要创取最大的操作绩效啊！对对对。那怎么避开风险？怎么创造最大绩效？你必须有一个你信赖他的系统。那你怎么会去信赖他？就是第一个，你自己点出来。接下来呢，你是标股会员的，你每天早上一开盘，不管是今天的强茂、昨天的中鸿、前天的万海、这个礼拜开盘第一天的康舒、上个礼拜的智毅。到 GIS 金能沙洗过了切不会强茂给几个样高级样高级涨停板故意交易日哪个交易日不啦证券市场我认为就在于你需要一个你信赖它的系统你知道它非常强悍的工具你拥有这个系统你自然而然你在证券市场你也干嘛就平常投资的部分该买的我会推荐你，我会发简讯通知你，你就重压，因为那是投资的，你都不用怕，有事情我处理。我就跟你说啊，研究报告我给你写的非常详尽。第一个，肯定营收会一季比一季高，肯定的哦。毛利会大幅还是持续增长，获利能力会大增。你能讲什么？你凭什么知道？因为公司的头家讲的啊。我现在讲的不是哈，我停止业务执行。我该讲的跟你讲到这，我研究报告我也跟你写，啊，你还阁唔敢买，咱就休困，卖做股票啊。我也该跟你讲啊，好，你就等着看，两个礼拜就够了，就赚就涨，你不能预测行情了。该讲的我跟你讲了，第一个要避开风险，要追求绩效，你要买最会涨的股票，最会涨的股票在于它的营收、获利等等各方面一定是持续增长。接下来呢？
你就照着做，你就照着做。第一个，你就把它点，不管是威力财或乐透标股，我用图表了。是早上我们建议买进的时候，今天早上了哈。威力财是不是2481？这看短丁了哈。接下来呢，你再去点乐透标股，加摇摇摇，是不是2014长中红？可以再加码，我没有加码了。我举例是昨天买的，今天是不是买2481？2481。是不是再一根涨停？那么今天因为礼拜五我们特别就在今天哦，我们有一个叫做6+6，那欢迎各位可以在节目后6+6，就是今天哈6+6加上一个自动标股系统，让你在未来每一天5个交易日，礼拜一你的股票都是。你的股票就是一定爱涨停，我简单来讲，一定爱涨停。感谢大家的收看，谢谢您，拜拜。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现在申请还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哦，数位超 easy， 生活更 happy。 变解通肯定会成功，棒棒棒，一棒再一棒，棒棒接强棒，强棒陷阱选股，自动优化避开风险，抓破盘中波动，让您今天的股票变更棒。02-2578-3777，02-2578-3777。亚洲投顾27年来一直秉持专业、用心、负责的态度，为您创造财富。市场的常胜军，股票期货的赢家组合，亚洲投顾，亚洲投顾，珍惜所托，真情照顾。咨询电话02-2578-3777，02-2578-3777。亚洲投顾，您财富的管理专家，咨询电话02-2578-3777，02-2578-3777。头痛，请用5分钟，嘴气疼，请用气疼5分钟，5分钟，好。当股市千变万化，当操盘千头万绪，当机会千载难逢，即日起用1000元体验轰天雷1个月，就送轰动市场操盘秘籍及上课券。千言万语，这次只要1000元哦，请拨02-2365-3255。台北市有线电视新选择，北都数位有线电视挑战台北市最低价，平均月付350元，立即享有全数位高画质影音、高收视率频道，通通有。再送数位机上盒，现在就换北都数位有线电视，0809-096-111，早鸟申办更多优惠哦。北都 HappyNet 超值优惠双响炮，新时代光纤标网加数位有线电视，平均月付真的只要690，加1人再送数位有线电视3个月。